就是全新一代的户外运动地板，无论从外观设计、材质结构还是弹性功能，都远远超越了之前老一代产品，其防滑性、安全性与保护性能都有很大的提高。同时，为了满足幼儿园孩子的需要，我们还特别开发出了软配方系列，质地柔软，可以更好保护小孩。运动悬浮拼装地板在国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，其环保性与减震性能早已深入人心。中速全新一代复合型拼装地板国内独家研发，采用改性食品级聚丙烯材料，高度安全环保。考虑到产品的防滑效果，我们在模具上做了赛轮处理，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将会给运动员带来摔倒擦伤的危险。那么如何保证既防滑又安全呢？我们必须不断地去尝试。在经历了多次试验反复筛选物品之后，最终选择了这种最佳的物品。弹性颗粒的设计保证了产品的减震性能，为了使其设计均匀，我们对它进行了精心排布，就连地板边缘的连接扣下面也刻有一个坑，拼接后就算您是刚好踩在接缝处也能有效支撑。同时特殊材质的减震颗粒能够增强地板的抓地力，使场地更加稳固，不必担心运动时地板发生动，踩在上面的这种踏实感会让您在运动时更专注更享受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气候变化对塑胶尺寸的影响非常大，单块拼装地板由于热胀冷缩导致的尺寸偏差最大有2毫米，可想而知整个拼装场地将会走。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从第一代开始就一直在研究缓冲设计，现在这款复合型拼装地板在上一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软垫缓冲结构，缓冲效果更佳，弹性更持久。拼装地板中心的固定块是为了稳定场地尺寸而设计，我们叫它安全卫士。新一代安全卫士解决了安装偏差无法纠正的问题，实现了360度全方位纠错功能，允许最大偏差4毫米，使得安装既精准又方便。当然讲了这么多，我觉得这款产品其实很简单，但我们就是愿意花时间去研究它，研究它的每一个细节，精益求精，力求做出一款完美的产品。